者方霍宗、台北报道。莫宝龙 MONTBLANC 匠心系列传统皮革工艺与现代优雅著称。这次在 Stefano 十字雅纹皮革引擅流行的迷彩图案，为其简洁美学增添意想不到的新效果。莫宝龙匠心系列以不退流行的经典图文加上创意，打造全新的迷彩皮件，灰色或蓝色色泽的皮件，让工作充满无味的乐趣。全系列共含八款新品，包括二项大型皮件与六项小型皮件，每一款皮件在设计上均考量每一个环节，采用可调整可拆式肩背带的小型文件包，适合上班或学习时使用，可放置笔记型电脑、手机、文件与其他个人物品。小型后背包方便都会探险家快速的穿梭于城市之间，内含三个主要夹层以及一个拉链式前侧收纳袋，并配置宽敞的置物空间，可放置携带式科技装置与其他必备物品。此外，该系列的小型皮具包括六卡皮夹、二个钞票夹层、四卡皮夹、副钞票夹、全拉链式12卡皮夹以及旅行专用皮夹，可放置16张卡、钞票与一支书写工具、名片夹、无卡口袋夹，提供丰富选择。莫宝龙打造全新的迷彩皮件，灰色或蓝色色泽的皮件，让工作充满无味的乐趣。 Montblanc 提供莫宝龙匠心系列迷彩12卡拉件皮夹、四卡皮夹、名片夹与卡夹。 Montblanc 提供全新莫宝龙匠心系列迷彩皮件。 Montblanc 提供